Hello， 你好，我是毛爸。我们这台摩托车呢，等一下会有专业的人来帮我们来鉴定一下。这台车如果卖给他们的话，他们会收多少钱？那这台摩托车是毛妈在大概十年前买的，铃木 Suzuki 的 Address 的125。当初买的时候是新车，大概是22万日币左右。现在呢？14K 它有出新版的 Address， 它是要将近到27万日币，跟这个已经涨不一样。这个现在已经没有生产了。那在日本，摩托车最多的就是 Suzuki， 偶尔会看到一下 Yamaha 的那种 Vino 或者是进展，其他的应该就比较少了。这台车呢，毛妈当初买的时候是因为她本来骑小50。但是在日本，小50限速非常严格，而且不可以双载，所以后来他就去买了一台125，然后我就可以坐在他后面，那毛妈在通勤的时候使用的。那至于为什么我们要卖掉它呢？是因为自从我没有去水果的市场上班之后，就没有再通勤。然后前一阵子刚拍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我有去跑 Uber Eats， 可是后来也没有再跑了，所以在摩托车就几乎没有再用。去年吧，一整年使用的次数大概5只手指头数得出来，所以呢就觉得放在这边也是会生灰尘，然后电池呢也没电2次，换了2次电池，结果也没有再骑，所以呢这一次就跟毛妈讨论一下之后，决定要把它放手，那直接请机车收购的公司，等一下应该会来帮我们看一下这台有多少钱。那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这个型号的 Address V125S？ 怎么了？你叫我吗？哇，你画的吗？我看真的耶，直升机画得很漂亮哎，鹿马的船也很漂亮哎，这是什么？画错的。画错的。那这一台 Address V125，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但是它比较特殊的是，我们的车原本就有装这一个，这个是防风的，所以冬天的时候风会比较少进来。另外还有这个呢是控制手把的温度，所以冬天的时候使用它的话，这边都热热的，骑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冷。另外这个地方，这个不是远光灯、近光灯，这个呢是控制这个坐垫的温度。然后另外日本很特殊的一个就是，只要一发动呢，这个电灯就一定会亮，大灯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它一直都会亮着。现在好像看不到它的电灯哎，反正在日本的摩托车就是只要有发动，电灯都一定会亮，不会有大灯不亮的时候。这一辆车我们大概骑了总共是24000多公里，没有骑很多，但是擦伤刮伤还蛮多的，所以应该是卖不了多少钱呐。反正再一阵子，等一下专业的评估人员就会来，所以我们就看看这台车到底能卖多少钱咯。原价22万，十年后不知道有没有3万，希望有。好，那就再等一下吧。好，那现在呢，摩托车已经跟他说再见。我们骑了10年的摩托车，感谢他的陪伴。在日本有摩托车也真的算是比较方便，但是停摩托车的地方非常的少，大部分都是停小50的，不然就是停更大台的。那这种125的话比较难找，有时候偷偷停人家那个停车场的地方就是不好的示范。刚刚说如果这台摩托车卖给他们的话，如果有3万块，我就觉得很满意了，对不对？猜看有多少钱？妈咪多少钱？刚刚摩托车多少钱？你知道吗？哎，你不知道？我们这个摩托车收购价，哒哒哒哒哒，哩，对，就是零，他帮我们收走，不收我们处理费用。
原因呢，他说如果这台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大概可以收3到4万左右，因为这台 Address 其实还算是有人气的，因为也不能说有人气，日本车型就这么少，但是这台的话跑20000是正常的话，大概收个3万-4万日币左右，但是我们后轮的培林呢，轮胎的培林，它在测试的时候，后轮这样转的时候就咕噜噜噜噜，其实这声音已经1-2年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换机油的时候有问过老板，老板说没问题没事，结果他这一次说他那个里面后轮的有声音是培林出现的什么凹凸不平啊，有一些摩擦还是什么的，所以那个要修理，这个修理的部分就要修理50000块了。所以我们这一次摩托车呢，他说如果收40000的话，还要花50000块修理，所以我们骑10年的125摩托车收购价零，就是零，没错啊。除了零之外呢，我们还要付今年的税金，因为4月1号已经过了，日本4月1号又给你收税金，所以我们还要付税金。所以我们这一次摩托车跟他说拜拜，没有回收到金额之外，我们还要付税金。不过还好了，他帮我们免费处理我们的摩托车，这样算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话说在台湾，摩托车要怎么处理啊？你知道吗？因为我在台湾的摩托车还在骑，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台湾摩托车如果坏掉不要了是要怎样，然后摩托车店他会帮我们收走还是怎样吗？还是その辺に放置？对不对？台湾人都这样，把那个牌照拆掉就放在那里了，路边就放着。我觉得你好麻烦呢，对不对？我理所呀。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欢迎你跟我留言一下咯。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摩托车跟他说拜拜的，谢谢把影片看到最后，非常感谢你，拜拜，猫也拜拜，拜拜，老虎拜拜，拜拜，拜拜，加油，有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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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爷爷爷爷。